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旗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一集呢是一个番外篇了，又是一个跟各位闲聊的一集啊。终于呢有一个3天的连假了啊，真的前一阵子这半个多月来啊几乎都是在上班，而且一天都有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呢是待在公司里头啊，真的是回到家都头晕脑胀了啊，就一些影片的更新啦、啊、或者是一些留言的回应啊都比较慢啊，真再次的跟各位说声不好意思啊，真的我是对于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或者是订阅人数的增加我都是非常高兴的、啊、但是呢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相信各位也能体谅啊。那今天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时间呢是晚上大约快要10点钟了吧，大约快10点了。刚刚的利用的太阳下山之后啊，比较阴凉啊，到外头去逛了一下呢，然后想去看一下经常去的玩具店里头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吧。结果呢，哎，居然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大家最近应该也看过了啊，这个变形金刚电玩系列的一个 FOC 啊 ，Four of Cybertron FOC 这个系列的一个玩具已经出现了啊。那各位也看到了，我已经买到了啊，你看到没有？震波看到没有？震波啊，震波了啊！震波，这个还是震波啊！这个不会震啊，震波啊！这个系列啊，本来呢是有看过它蛮多的一个网友的分享，但是本来是没打算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这个电玩系列呢，我个人没有玩过，就是怕就是如果跟各位来分享的话呢，就怕有一些地方介绍的会不够完整，或者是介绍错误啊。所以就暂时没考虑，加上呢这玩具的这个体型呢缩小啊，是缩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啊、刚好呢又适逢7月份这个 Hasbro 的这个行销策略，就玩具的普遍都涨价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本来新台币599块钱的东西呢现在卖到649吧，所以就加深了我一个干脆不要买这个系列，干脆就不要碰了的这个念头啊。结果没想到今天去一个我经常去的一家实体店哦，居然呢它还是以前的价位来卖啊，这个498块钱台币就让我买到了，所以就非常兴奋了、啊。我看到这个震波的时候呢，它店里头这个 FOC 的玩具进了2只啊，而且居然2只都是震波。2只的价位都是498块钱，然后当下就在一头就栽下去了。那至于这个另外一个震波吧，这个娜美啊、哦，这个呢是这个其实是港版的、哦。我这个以我的目前这种经济能力啊，想买这个日版的是基本上是困难了。这个是港版的一个人偶吧。这个那一家店啊、哦、还不错，你买这个东西买这个正版的一个玩具的话，你再买其他这种所谓的港版或者是KO 版或山寨版或者反正是非正版的东西呢会在打7折，所以这个东西呢新台币其实不到200块钱就买到了啊。好，不过呢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呢这两个东西呢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先把这两个东西呢请到一边去。是现在眼前这个纸箱子啊、哦、这个纸箱呢其实已经收到了好几天了吧。是一位大陆的一个网友寄来的啊、哦、那姑且呢就让我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嘛，我就称呼是我的粉丝所寄来的吧啊、哦、啊。那么这一位大陆的我个人的一个非常热情的粉丝呢，他是算是说为了要就最近跟各位一直在重复的这个100集的这个节目啊，他呢就寄了一个玩具来给我，说是作为100集的纪念呢、啊、就送给我的啊。我个人呢就一时之间呢、啊、就本来是觉得或许就不应该收的啦，因为呢无功不受禄啊，而且就觉得就暂时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回报什么比较好，所以当下呢是没有一时之间是犹豫了很久到底收还是不收呢。但后来因为对方真的非常的有诚意啊，然后呢就我真的也是挺感动的吧，就后来想一想呢，或许说
因为我个人也做了到目前为止90几集吧，或许呢的确也因为或许也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出来吧，就连我这样子的人呢都可以做个90几集啊，然后或许有很多就是比我优秀很多的人呢，因为我的关系呢而愿意呢，也就是奉献出他们的更好的这些影片到网络上给大家看吧。所以就我想说，那我这块砖呢也至少引到玉了吧，这或许也算对我来讲是功德一件了，所以就答应了，就把这个玩具给收了下来啊。那现在各位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开箱的过程了。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位 VV 啊，这位非常杰出的一位新一代的变形金刚的这种中文解说的一个上传者哦。那么他的节目呢基本上我也是几乎每一集都会看嘛，特别是如果是我有涉略的这个 TFP 或者是应该他目前是 TFP 的玩具介绍比较多吧啊，那如果还有真人电影系列的话呢我也会看一下。那因为他涉及的这个他收藏的就是玩具的类型呢是比我还要广泛多，有一些比较经典就是比较古董级的那种玩具的话呢，他的这个收藏啊是基本上也都不会错过。虽然目前的集数只有10几集啊，但是更新的速度也还是相当快的，而且跟网友们的互动也是很热络，是非常可以期待的一位新一代的。天哪，我这个，对啊，我觉得我好像怎么这么快，我就觉得这新一代的这些上传者们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我是不敢说我自己算得上什么样的辈分吧，但是总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已经靠近沙滩了呢？我这好，那么呢这个 star 这个叫对啊 star hammer， 我一直以为它叫 sky hammer， 原来是 star hammer， 是星锤号而不是天锤号啊。with wheel jack， 当然它附带了一个那个 wheel jack 的一个小型的人偶在里头。那我们非常谢谢 VV 啊，这个玩具呢我就厚着脸皮呢暂时呢先就把它给收下了啊。那未来的一定有机会的话呢一定会再回赠一份，不敢说一定会很贵重，但是一定会回赠一份足以代表我感激之意的玩具给你啊。那这一次呢就非常感谢你，那你所寄来的这个第100集的关于我第100集影片的这个就是祝贺的这个短片呢我已经收到了，而且呢我非常感谢你啊，因为这位 VV 啊他呢甚至呢为我解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边呢就顺便告诉大家啊，如果您寄来的影片哦，请建议了啊，就是希望各位你可以直接就是把它以 WMV 这一种档案的形式寄过来，那么呢我就可以直接呢把它汇入到那个我经常使用的这个 Windows Movie Maker 这个系统里头，它只接受 WMV 啊，我再打在这个字幕下面 WMV 这种型的档案，如果你直接寄过来这种档案寄过来，我可以一次就把它处理到位。那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收到了蛮多位的影片了，但实际上目前呢我能够正常开启能够正常编进这个系统里面去使用的呢目前只有4位哦。那其中包括的一位是那个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 TF 圣贤啊，我们圣贤兄的那个影片也是一次就直接就让我给搞定了。这个果然呢有在做这些影片的朋友们呢对这些可能他使用的工具刚好跟我一样吧，所以一次就搞定了。那其他有一些朋友呢就可能麻烦就是说各位可能看能不能转好档的传过来，或者是说我会再另外再联络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哦。那非常谢谢各位这100集节目的这种热情的参与哦。好了，那这个影片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我还有2天假期哦，理论上来说应该这2天之内还会再上传1集的节目吧啊、哦。那么呢就请各位就这2天呢就关心一下我的影片吧啊。